你怎么进来的？慧娟给我。慧娟，不是你的，不能给你。给我。哎，你别过来啊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剑阁之印。什么剑阁之印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 干什么？什么师哥？你怎么老阴魂不散的？你到底谁呀？姑娘，我不是你师哥，你要再靠近的话，我就不客气了啊！这是啥子？这是你心胸的权术啊！哎呀，你干啥子嘛？我又打不过你。你在说什么？师哥，我。西水，你不记得西水啦？什么西水茶水的？你认错人了？我没有，你就是我师哥。没想到你一直在尾巴行护卷，跟我回昆明，我们一起振兴益阳。哎，别！姑娘，你手流血了，我找人帮你看看。师哥，等一下。哎呦，不是你师哥，你后颈上有剑阁之印，那是你出生时落下的印记，骗不了人。什么封建迷信？ 那是我的胎记。我小夫长也有重朝之印，这就说明你真的是我师哥，是我们益阳行最后一位阳极师。不信你看。哎，你别，你干什么？小初，你在国外怎么样？我不管你，回来就得守规矩。这不是姐，她是你媳妇啊。 你说好了要回昆明娶我的，你现在怎么娶了媳妇？你还入了赘！哎呀，你放开我！有病吧你，姐！